解放军东部战区大型海上舰队编组进行战备警巡任务，甚至刻意放上监视我田丹号画面。中国大喇喇警丁，台湾即刻反击，公布由田丹号监控解放军徐州舰的一举一动。解放军除了要制海，还想制空，多架战机连番升空进逼，以台独是绝路，祖国统一是不可逾越底线文字，把红色台湾团团包围。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还将台湾变成龟字，反独促统台湾当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。据国防部统计，从19号六点再到20号期间，一共侦获共建9艘45架次攻击，其中29架闯入我西南空域，更是继去年佩洛西访台、今年4月蔡英文出访后，中国第三度发动大型军演，剑指赖清德过境美国，一连串军事施压，企图介入干扰台湾选举。而中国这回更以中央台办名义发言，批评赖清德过境窜美。至于曾在金门当兵的赖清德，则向中国喊话，守护这片家园的决心从未改变。我代表台湾民众表达严正的态度，都无助于两岸的发展，反而会阻碍两岸的关系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话交流，降低冲突。中国穷兵黩武，对台进逼，反统反武，台湾主权可不是中国单方面说了算。《镜新闻》谢谢黄宏宇采访报道。